我从你的眼神当中就看出来了，你猜对了。我之所以能猜得出来，是因为府台大人从上面走了下来。哎呦，赵先生，厉害厉害！你猜出什么了？你就等着瞧吧。 圣旨到，于成龙接旨。臣于成龙恭迎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广西罗城知县于成龙，节己爱民，任事练达，土匪道，安乡里，重民生，然立志，国家大计，堪列卓印。钦此，谢主隆恩。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于成龙，接旨吧。谢皇上，起来吧。于大人，你可是朝廷三年计划，我广西仅此一位的卓异知县，不容易呀！我跟你说。 你在罗城的政绩是真的，皇上赐你的卓异也是真的，得恭庆于大人。府台大人，于成龙何德何能，竟然获得如此高的荣誉？哎，于大人，你不要过谦，这些年确实很不容易，你淡泊名利，勤政爱民。 操守清廉，明干有为，能任事，敢担当。仅仅几年时间，就把这几十年萧条破败、民不聊生的罗城治理至风生水起，四乡平安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的德，这就是你的能。府台大人，这一切都仰仗了府台大人的抬爱和栽培。是你自己。 当之无愧，先生，这是给谁送的匾呀？给你们的师兄于成龙。皇上差人。 将卓异匾额亲自送到我怀府前，这是成龙的荣耀，更是我们永宁书院的荣耀。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好好为人。先生希望你们个个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知道了，谢谢先生。 草民于廷义，恭迎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广西罗城知县于成龙，节己爱民，任事练达，除匪盗，安乡里，重民生，然立志，国家大计，堪列卓异。钦此，谢主隆恩。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好。你来了。哦，来。 周先生，这怎么这么大烟呢？扇一扇呐！这谁干的活啊？这是周先生干的。哎，周先生，你别扇上面，你扇下面。我扇的是下面。锦阳啊，玉兰呢？啊，玉兰哄孩子睡觉呢。
哎呀，呛死我了！哎呀，怎么越扇烟越大呀？呛死我了！哎呀，给他干的活不轻啊！哎，于大人，今天真为你高兴，值得庆贺。皇上颁发的爵衣啊，对一个官员来说，这是为官一生最高荣誉。我为官十余年，我身边大大小小多少官员，连做梦都想获得皇上颁发的爵衣。赵先生，今天金光祖金大人带来的喜讯当中啊，我最高兴的是皇上法办了鳌拜，朝廷的更明天新政啊，开始真正的落实，并且督促各道府州县具体的落实更明田，这样啊，皇上的恩泽就能具体落实到与此有关的每一户人家。落实更明田好啊！哦，玉林，你给大伙儿说说，这个落实更明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觉得这是朝廷啊，给老百姓办的一件好事儿。我琢磨着，就是当今的朝廷，把前朝老百姓手中的土地以政令的形式归还给老百姓，承认呢老百姓是土地的主人、拥有者。这样的话，老百姓耕田就积极了，也快乐，交税也高兴，再也不像以前有什么圈地令、翻地案了。老爷，你不知道，今天的老百姓啊，可高兴了。好，说得好，给个萝卜。哎呀，老黄，这个关键啊，这个耕耘田可以确定土地的归属权，这样子啊，就避免了官匪勾结、营私舞弊，老百姓能够名正言顺，耕者有其田了。徐大人，老爷，陆老伯。有酒啊，我去哪碗去啊。哎呀，今天呢是于大人的大好日子，也是我们罗城的好日子。是是是，我们小妹啊做了一些穆老人吃的米粉，我呢弄了一坛老酒啊。你们公家人呢一天到晚就吃萝卜青菜，今天呢该换换口味了。对对，啊，陆老伯，今天咱们不醉不归。哎，喝个够，喝个够。来来来来来来来啊！这个耕耘田新政落实了，老百姓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与越州、长沙直入广西。奴才遵旨。安西将军贺业，副将军胡礼部，西安将军瓦尔喀，你们由汉中进取四川。奴才遵旨。镇东将军喇哈达，奴才在。率师于山东、河南、江南要地驻防，奴才遵旨。杨威将军阿密达，奴才在。率师会同江宁将军俄楚驻防江宁、安庆、沿江险要，奴才遵旨。诸位臣工，我大清立国不久，万年根基在此一役，朕等你们的捷报。你们记住，朕的天下也是你们的天下，待你们凯旋而归，朕亲自为你们封赏。谢谢皇上。下官于成龙拜见府台大人。于大人请起。请起请起。谢大人。恭贺于大人荣升武昌知府啊。下官能够出任武昌知府，承蒙府台大人的厚爱和栽培。成龙自知才疏学浅，唯恐辜负府台大人的厚望。于大人不必过谦啊。当年金光祖金大人就多次褒奖于你，说你是难得的能臣呢。啊，大人过奖。
今日新官上任，本巡抚就有重任委托于你。府台大人请讲。你来看，武昌府居我国之中心位置，东城海域，西接巴蜀，北望中原，南接潇湘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最近三藩乱军进军湖南，已攻陷越州、长沙等地，局势十分严峻呐。为确保我过江大军顺利渡江，本巡抚先命令你率领部署征集乡民，前往咸宁一带建造桥梁，军情紧急，不得延误啊！下官遵命，即刻带部署前往咸宁。好，于大人，你来看，武昌府所辖之普齐、嘉鱼、通城、重阳，还有大冶、江夏、咸宁等县，由于战乱，乡民流失十分严重，而且土匪横行啊！这次你去咸宁，除了建造桥梁，恐怕还要面对一个大难题。什么难题？在咸宁一带有一股土匪，匪首名字叫刘军福。你到达咸宁之后，先要进行剿匪。不过呢，对于这股土匪，你可以相宜处置。这股土匪能抚则抚之，不能抚坚决剿之。下官明白，军情急迫。大人，我回来了。见到刘军福了吗？见到了，一切都很好。刘军福他同意跟您见面了。太好了，雷大侠出马，马到成功。举手之劳，大人夸奖。你先歇会儿，让我来吧。要得清廉分数足，唯有愚公石康州。想必这位就是于青天于大人吧？正是本官。你就是刘军福？刘军福见过大人。久闻刘寨主义薄云天，替天行道的威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仪表堂堂，气不凡啊。于大人太过于抬举了，于大人更是爱民如子，克己奉公，把一个不毛之地的罗城改造成繁华市井，还得以卓异的美名，军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以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雷大侠，这位定是于大人儿时的玩伴柳晋阳，柳先生。正是。在下佩服你的忠肝义胆。那这最后一位就是弃官跟随于大人多年的周瑞和周先生。刘寨主好。在下佩服你的忠奸赤诚之心。好你个刘寨主，你把本官插了个底儿朝天。岂敢岂敢，于大人，在下只是佩服各位的才干和忠诚而已。好，请坐。请。请用茶。
处事不必邀功，以无过为功；与人不求感得，以无怨为德。于大人的品格至高至上，令军服敬。